列缺穴位于前臂部，属于手太阴肺经穴。在中国古代，列缺实际上指的是闪电之神，即列缺神。西汉时期的文学名著《淮南子》中即有这样的记载：雷以电为鞭，电光照处，谓之列缺。而列缺穴是因为这个穴位为手太阴经与手阳明经的交汇之所，其部位又在两条肌腱之间，形状有如闪电，故得名列缺穴。灵枢经脉在手太阴之别，名曰列缺，起于腕上分间，并太阴之经直入掌中，散入于鱼际，别走阳明也。现代中医发现，针对列缺穴展开治疗，不仅可以有效地应对头疼脑热、气喘、咽喉疼痛、面神经痉挛、三叉神经痛、牙痛、颈项痛等症状，对戒烟也有不错的效果。今天我们就着重讲讲这中医戒烟之法，艾灸列缺穴。在日常生活中，我们身边有很多朋友都尝试过戒烟，戒烟最难的就是对抗烟瘾，这烟瘾一犯起来，那可是非常难受。有的人会觉得胸闷气短，有的人会觉得头晕眼花，有的人会哈气连天，眼泪直流，还有的人会暴跳如雷，火冒三丈，总之什么样的不良状况都有，而结果通常都以戒烟失败而告终。中医认为，抽烟伤害最重的就是肺，而列缺穴是肺经的重要穴位，对肺有调理作用。艾灸列缺穴戒烟，主要是通过调节神经系统来消除烟瘾，可以很好地缓解戒断症状，使戒烟的人不想吸烟，大大降低复吸率，达到戒烟的目的。艾灸列缺穴戒烟，首先要正确选取列缺穴，有两种方法。第一种选穴方法，握拳，掌心向内，手腕微微向下垂，腕后桡侧可见一高骨凸起，这叫桡骨茎突。桡骨茎突的上方，在用力握拳时可以看到一个小坑，这就是列缺穴。第二种，将两手虎口张开，垂直交叉，食指压在索取穴位侧的桡骨茎突上，当食指尖端到达的地方，摸到一个凹陷，就是列缺穴。如何艾灸列缺穴呢？首先，我们需要购买一些艾条，艾条可以在药店购买。艾条点燃后，点燃的一端垂直对着皮肤表面，距离皮肤约2到3厘米，使皮肤感觉温热，不感觉灼烫。9-10分钟，穴位局部皮肤有红晕。具体的操作为：每天灸列缺穴一次，5天一个疗程，休息2天，再继续下一个疗程。一般2个疗程后，大多数吸烟的人会感觉到不想吸烟。这样坚持3-5个疗程，一般就可以戒掉烟瘾。停止艾灸后，只要坚持1个月不吸，一般就能成功戒烟了。当然，在艾灸的过程中，你也要注意，选择穴位一定要准确。艾灸时要注意力集中，避免艾条发生移动，不在穴位上。另外，每次艾灸的时间一定要掌握好，使局部发红但不疼痛是最好的。利用艾灸列缺穴戒烟的方法不会有毒副作用，方法也简单。如果您想要戒烟，或是正在戒烟，那么就推荐您试试。当然，
自己本身要有坚强的毅力，您戒烟成功的可能性才会更高。